们现在要准备上山去采蜜了。今天东哥带我们去采那个野生的蜂蜜，叫什么蜜来着？就是土蜂蜜吧。不是那个拐枣蜜，拐枣蜜，你知道拐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。那个没有蜂蜜太多种了，一下子记不住。哦，它有那个防蜂帽。哦，哇！我们摘满就回来，采满就回来。Let's go。哦，我已经走得满头大汗了，我们走了有差不多一个小时了，这个路程才走了一大半呢，还没到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哎，东哥是不是在前面？要爬上这座山。爬上前面那座山？嗯。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山有多高。爬到山顶。啊？哇，真的要爬到山顶吗？真的。东哥说得轻描淡写。你看着我说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呀。确定没跟我们开玩笑了？对。哎呦，累不行了。所以说叫你们在这里休息一下。你看老表满头大汗。好的。江天江呢？他好像一只小老虎，你看他额头上面。嗯。喝呀、啊，还喝吗？再不喝上面没有了。这个蜜卖200我都觉得便宜了，太难跑了。你看我。哎呀，我已经走不动了，怀疑人生了已经。还要上吗？啊，奶奶呀！转过去给他们看一下。对，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们是从哪里爬上来的。来，要爬上去。我们在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山是立在上面的，我们要爬上那个高的山。东哥，你等等我们呀！东哥，你这是个人才。对啊，这一直在往上走，你能等我们一下吗？虽然我们也是农村的，但是你这个山真的太高了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能休息一下吗？你是属猴的吗？我都喘不过来了。我不要走了。怀疑人生了。我不要走了。啊，有什么感想说一下？没有感想，这蜂蜜绝对不卖，不舍得卖了。我一天拿几个回去蒸。先拿回去给我老婆。我们要继续往上爬。哎呀。求大你小心点。哎呀，到了没有？我已经讲不出话了。还要再爬两个山头哦。我们回去吧。太累了，走不动了。哈哈哈哈，哇，这个蜂蜜真的是太难得采了，我等一下一定要吃最大的那一块。一个山头它有几斤啊？10多20斤吧，才不卖了，这个蜜我们自己私藏。几斤啊？有的衣服只有几斤，有的有20斤。哦，太热了，真太热了。看情况吧。你看，到底是蚕的是知了啊？猜一下，大家猜一下。得说要猜。那个网上好像说是红娘嘛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你看还在动，竹节虫。哎喂，我以为是个枯木，那个在上面。我以为是个枯木，不仔细看，真的以为是那个木头。你看，主要是我看到它下面这里在动呢。你碰它很毒的那个东西。这个很毒的。啊、嗯。我以为是树枝，我以为你看到啥了。主要是我在这边看到它的脚在动。啊、你们从正面看的话，可能更像枯木一点。对哦。对啊。这个树皮可以吃。这个我解一下渴啊，对，口香糖咬一咬。那你等一下我啊，我等一下你。小心你的牙。我的牙是假的。好吃吗？很凉哦。嗯，你吃这里来。哦。小心小心。你把根都拔下来。你暴露我的体重了吗？真是，你该减肥了。你太逗了，别拔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它还会长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你好好长。它就长在那石头上面。来咬一口。嗯。你剥一下，然后给我一块皮吧。东哥，借你的刀给我一下。给我一块块。先给你讲。哇，你看，这外皮是不能吃的。要吃里面这个，对，天然口香糖。它这样子，秋子姐，它里面还要剥。对，
还要剥掉，然后嗯，然后就留那一层绿的，对，留那层白的，哦，白的，对，嗯，好香啊，它有一股那种很清凉的感觉，你吃这个，嗯，但是我觉得外面那层更好吃，我也觉得有嚼劲，嗯。很凉哦，虽然会产生渣，嗯，但是就喜欢这种渣的感觉。吃渣不是那个渣啊。嗯，吃渣不是比渣。我不会截给你啊。没事，你吃吧，我够了。够截了吗？我还在嚼，这个，虽然嘴巴上面不要，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。不要太好吃了，不要。哎呀，这真的好好吃。嗯，对，走，出发吧。哇，怎么又不要我啊？因为这是那个东哥，我爬不动了。来，孙总，快夸夸我！你好棒啊，秋子姐！不是你要夸我女人？你长得沉鱼落雁。哇，不，这些太浮夸了。你要夸我是女人。你还有女生味，完了、哦，这个全部都是枯木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我一直喘个不停，到了吗？还没有。哎呀，哇！天哪，这真的没有路哎。好的，这真的没有路哦。小心一点啊。为什么？你们小心点啊！等我先上去，我怕掉石头下来。现在没石头掉。好了，上来吧。我们终于到山顶了。怎么样，这个美景？哇塞，心旷神怡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哇！东哥，我不爬山了，东哥。来，给他们来一个镜头。好。给秋子姐拍一个美美哒。航拍镜头，来，我拍一个，好了吗？我这样啊，一推出去，好了。再拍镜头。嗯。你说一二三，然后我就推啊。看到了。对啊，对啊。嗯。你说一二三。三二一，走。好漂亮，哇，我也觉得好看，好美呀，哎，不是山，不仅景好看，人也好看，真的特别好看啊。再靠近点啊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。哎，背着那个，给他们那下。那后面加一些拍照片。终于到了。这个真的是在。你告诉我怎么回去？啊！等一下，从这里下去直上。算好，没有东西留在上面。能吃个虾。对呀，直接下去是吧？哦，不要爬上去了。太艰难了，哇！终于看到蜜香了，天哪，就是枫香。哇，这有三盒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是为了这一盒蜜。东哥，你太帅了，我现在好饿啊。那就。我也是。哦，那边还有是吧？这箱可以拿多少？20斤。哇，不得了啊！差不多有20斤。东哥，你要不要把那个背包先放下来？我那是背包先装满了。好饿啊，秋大，我太饿了。饿就吃。哇！天哪，这么多！哦哦哦哦！怎么办？啊！天哪，这么多！老板，你快用你的手机拍我。别动！啊！你也怕？不怕，现在不怕了。他不怕了。放心了啊，不怕，有东哥在就不怕了。对，我也觉得东哥在这里我都不怕。我怕，又要被咬过了。不怕，放心的。那个手套。哇，东哥你好牛逼啊！这个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真的很怕的。我爱你啊！我爱你。我不爱他。我不敢说我爱你，但是我能说，我现在好喜欢你。你看蜜都装到这里来了，哇，好满哦！上面这个几乎没有什么蜜是吧？这个是
空巢。啊，可以带回去吗？可以带回去泡酒啊。那装起来吗？没拿袋子来装嘞，我昨天忘记拿袋子了。好可惜哦，怎么总觉得？我还好，我不怕，不伤害他，因为他蛰我的话，他的命也没了。东哥可以给我吃一块吗？找一块好的给你们吃。好饿啊！个个都饿了，我看。嗯。马上就来，好期待呀、啊！流口水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哇、哦，我要一块小一点的。现割的。切上面的吧。切上面的。等一下啊！哇，这个。嗯。想吃。对，好吃的话我再多吃点。有点辣。这个蛋好好吃哦，好甜。你别这样子，我口水流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呗，因为我要这样吃。拿。阿毛，摄影师。啊。现割的土豆面。我。太好吃了。好吃。哇。嗯。那喝到吗？好吃。谢谢。我的天哪。好吃，特别好吃。这蜜都流到我手上了。你看这个蜜，你自己吃，东哥。现割的土豆面。我要把它舔了。你自己吃，东哥。嗯，谢谢东哥，太好吃了。嗯，真的好好吃，超强。我自己吃啊，我也尝。我觉得是，听说一点都不夸张。嗯，这个蜜我卖200块钱，我都觉得是捡便宜了。我也觉得便宜了，真的。主要是我们真的搬了两座山才到这里的。嗯。只不过我牙齿不好，会觉得太甜了一点。嗯，是甜。嗯。那个可以吗？吃蜂蜜的灵魂吃法，周大。嗯。哇，这个好香哦！肚子饿了，能吃这个。嗯，马上就饱了。给我那个吧，可以吗？这个是紫皮。给我那个。可以啊，给他。给我。来，给秋蛋。你就吃那个。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那是蜂蛹，小蜂蛹。嗯。啊，它保护着它的蜂蛹。我这是蜂干蜜。秋子姐，嗯，它保护它的蜂蛹，不让我吃嘞。对，那就放着吧。哇，这块是蜜，好大一块，这一块的好很重的哦，可以拿20斤呢，两三斤吧，哇，一块两三斤，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块，真的可以拿20斤哦，20斤拿不了，拿不了，5、6斤，那也可以了，这要给它修一下，然后放进去它又会有是吧？嗯，看这个蜜。这品质真的特别好啊！哇，我这里面还有2块，不是这一块好重哦。我看一下，看外面那一层，对，这里的，对。哇，这个好。这里面再里面一层，不是这个，啊不是那。这个辣给我。哎，我记得我拿。这一块辣。在这里面，打开看。我要拿去做口红。旁边还有一点蜜，对，哇，这个还有好多蜜的。这里面呢，这里面一层，这个可以拿回去泡酒。就是、不是那种，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应该很难受。不敢动了，看那里有个丫头已经不敢动了，一看翻白眼，你在干嘛？他老是在我头顶上飞。他没在你头顶上面呀、啊。因为我感觉到他碰到我的头发了，哎呦。没有啊。没事，没有啊。你只管动你的，没关系、嗯、啊。我和这个要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肯定怕看。我那块木板掉哪里去了呢？应该在箱子下面吧。蜂王那木碗哪里？哎，我拍个什么说？对，那蜂王在哪里？我从来没有见过蜂王。蜂王在那个蜂群中间，就蜂那个个头比较大。哪里？我看一下蜂王。大的蜂王，这个黑黑的这个。哦，没看到哎。哦，来，哪个？再翻一个。我们现在已经割完。东哥，你告诉我是哪一只？这边是。没看到。割好的土豆，你看这只呢？哦，它是蜂王啊！啊，对，那个蜂王。这只蜂王呢？一个蜂箱只有一只蜂王是吧？对，就是它。它会蜇人吗？它不蜇人。它好幸福哦！哈哈哈哈哈。我们现在把它放回去。哦，我们这一蜂箱就收割了一箱半。可以算是大丰收了。今天又增长见识了，哇、哦，收了好多蜂蜜啊！你那个圆筒，然后吃到这个很甜很甜的蜂蜜，再辛苦也值得了。